Island 太近了。3, 2, 1 ，OK。贝队长，请做出本能的选择。稍后，稍后，稍后。什么情况啊？叶师傅，说说说，叶师傅，就我想说，真的今天的氛围感觉特别奇怪，这不是 battle 的氛围，给我急的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跟跳街舞的给嗨起来，行不行？I like you, Castel. Coca, 可以，别害。你不回法国吗？哦，酷，中国人。好 nice. 酷酷一个文化。Yeah. 酷酷一个酷。啊，厉害。酷酷，酷酷厉害。嗯。哦，谢谢。真的啊，真能烤啊！那不行，这个烟肯定不行。哎，真可以！哎，陆导，哎，真可以！哎，我觉得这哎，这个是个主意，哎，多好啊！来炫一个。哎呀，这个挺好啊，更新串烤啊，来大家炫一个啊，话不多说，来个小漩涡。不好意思，这是我感觉他们还是会让你掰嘴皮子，掰嘴皮子啊，我给他掰手腕。哇，你们这景搭得好好看哦！哦，还有加油站哦。他是 Lucky 加油站啊。哦，是吗？哇，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家是吗？哦，这是健身房啊。蛮好看的，就是好多不同风格的，就是健身房啊，露营啊。这个也会舞台啊，那它应该是故事性的吧，毕竟那么多的东西就挡住在那个路上。哎，这挺好的，是你们的一个买手店。哎，你们也会单独卖这些周边吗？会啊，挺好的。这里哎，希望一会儿我们的这个音乐可以再大声一点，大家的 feel 会更好。都是这么熟悉的环境，大家一起造吧。大家都辛苦了。本季这届的主题是英文是 Battle for Hope， 中文名暂时想定义为是希望之战。今年我们来的这届的舞者选手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年轻的新生代，其中 90% 以上的是95年以后出生的，50%是00后，他们其实是承载着中国街舞未来的希望。
未来他们会成为代表中国街舞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街舞实力的舞者。通过今年这一季呈现出年轻人在面对压力困难，他们如何去激发自己，勇敢地去跟所有的困难去做抗争。今年我们其实是两大平行时空的概念，一个是复古的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是一个未来世界的隐喻。在这个舞美里面也隐喻着在现实世界的培训之下慢慢迈向未来世界。整个节目可以讲跟前四季大家看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它不再是一个选择各自战队成员相互间进行对抗的关系。四位队长们会在不同的阶段率领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主题的表演，一些元老级的舞者们他们会成为一个大师团，帮助年轻的选手们进行成长。跟以往相比，我们会多一个去真人秀的空间，比较好的去帮助到这些年轻选手的成长。放弃了过去街道考核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四个队长看 battle 和看作品两种方式，选择出了应该拿到毛巾的人选，通过加试选出他们认为在这一场表现最优秀的舞者，赢下每一场比赛，他才能够捍卫整季节目里最强者称号的这么一个感觉。王一博队长是两季的冠军队长，他的舞蹈能力和他的领导力和他的战队成员的培训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会去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他希望能够看到舞者们面对挑战的状态，他会在这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在这一整季都会贯穿的一个执教理念。韩庚队长其实是四季的元老队长，整个韩庚战队的氛围其实是偏向于 family 一点，他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团队协作能力非常强，对于那些偏民族一点的作品，他会独特的一些喜好，给他们提出更多更高的一些要求，通过这个角度去执教他的队员。陈炫队长是今年的一位新队长，街舞的理念是他更注重的是对于音乐本身的表达，他不满足于说这个舞蹈只是卡上了音乐的节拍而已，更会强调你这是舞蹈作品的情绪和音乐的情绪是否匹配，音乐和舞蹈和人这三者之间应该是合一的，这是他的一个独有的街舞理念。刘雨欣队长他也是欧斯库舞者出身，他希望的是欧斯库的舞者们除了继承之前的很多欧斯库的传统以外，走出舒适圈，特别适用于年轻人，表现你们自己全新的舞蹈理念。他会根据这个要求去招募他的队员们，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的作品效果。现在的年轻舞者们因为网络资源非常发达，普遍的诉求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找到跟他舞蹈理念相合、有一定的共同兴趣爱好的年轻人变成朋友。他们的经验不像上一代的舞者那么的丰富，作品里面明明是一个很燃很炸的一个东西，他的情绪会内敛一些，这种时候就需要我们四位队长和我们的大师团的舞者们去把他们激发出来，告诉他们整个一个去享受去 enjoy 这个舞蹈的文化。今年的选手们想象力很丰富，每个队长出了一个关键词连成了一句话，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去编排一支作品，这些年轻舞者们给到了一个让他们非常满意的答卷。在他的世界里面，任何主题都可以用他们的想象，用他们的舞蹈去理解去表达。整一季到最后我们讲述的所谓的希望之战的概念，其实是让大家看着年轻人他一步步走上了最重要的舞台，一步步成为了更强大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希望成长线的部分是会让观众有新鲜感。